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啊。今天小强打算来抽一下喷火器的飞发，这300块大洋可是我的私房钱，希望能给力点，最好能让我一发入魂。上次叫你抽你都不抽，今天怎么就氪金啦？小强看过很多视频，感觉这个吸引积分的概率还不错。我就说嘛，原来是看到别人都中大奖了。嘿嘿，有人试水总会放弃电的嘛。况且小强也挺需要这个火枪配方的，后面基本都是靠这把枪去刷本。来，咱们好好抽一波，让你们见识一下小强欧皇的体质。感觉你会打脸，最好别那么开心。小萌老是怼我，真是无语了。要是能抽到喷火器配方的话，那就可以打小萌的脸了。来，咱们快点抽。哎，抽到一个装扮自选项，还不错。看来小强要开始发力了，咱们不要停，接着抽。我去，小太阳都抽完了，啥都没有。咱们把贝壳放一下，再抽一波。这是小强最后的希望了，可别掉链子呀。还是什么都没抽到，我吐了。果然前面都不可能抽到什么好东西，咱们要抽到一定金额才会爆大奖。小强也是忍痛向表弟黑猫借了200块的巨款，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，希望能抽到火枪配方吧。Nice， 总算抽到喷火器的配方了，给力啊！这么快就抽到了，你的脸也不算太黑吗？现在小强还剩1500个小太阳，不算太亏。咱们把配方和贝壳都领一下，反正这些贝壳放在这里也没用，还不如把它们都抽了。另外这个时钻自选项小强也是研究过了，这里抽到的时钻是不能卖了，只能换金条，但金条只能换4万，太亏了，咱们还是自己穿吧。来，咱们再抽一把，看能爆出什么好东西。哎呦，抽到一道时钻，今天小强的运气还真不错啊。厉害，最后一发都让你抽到时钻啦，看来幸运女神很眷顾你。那是当然，毕竟小强长得帅气嘛。臭不要脸，真是禁不住夸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先这里，我是翔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